翻嚟啊？系咪翻嚟啊？系咪翻嚟啊？唉，第三节啦，有你啊！唉，太好啦！系台长抱恙啊，台长抱恙。我想讲，唯一讲唔到俾你听就系点样抱恙咧，就系、是、咧，我想讲，其实我而家呢度系成身系湿晒，系咩？出紧汗，唔系咁即系就好就好嗰个阶段咯，出紧汗。哦，我、哦、直播最紧要有着裤啫，系呢个世界嘅嘢，系咪？直播就着裤抽下水，系啦。喂，今日系啦，今日头先阿台长你讲起呢个 TVB 啊，差唔到明星啊，我哋今日都系讲呢个话题，其实系我哋咧就系啊，因为我就见到一个好奇怪嘅节目 TVB 啊，咁而家咧礼拜四五啊，应该系咁咧十点半做嘅咁样，咁咧我哋夜晚十点半啊，阿张图望下啦，寻找世界另一个我啊，台湾篇。寻找世界另一个我系即系点？系啦，即系揾同名同姓人啊，去台湾噶。哦，咁你咪见到两个陈展鹏咯？哦，我有睇过诶，约定的梦幻岛啊嘛，系咪啊？好似系咪？系咪啊？有几套都系讲呢个 film 噶嘛？话嗰啲人嚟，话嗰个人有个一样嘅喺出面噶嘛？复制人啊，系啊，复制人啊，定唔知咩？定唔知唉、哎、死唔捻记得嗰套嘢叫咩名？唔知月光唔知乜捻嘢？阿南嗰阵时成日讲话你主要就系攞嚟做嗰啲人嘅后备器官嘅啫嘛。我吧，系啦，呢个唔系啊 TVB 拍嘅，就喺台湾度啊，揾嗰啲同佢个艺人咧系撞名嘅人啊，咁其中一个咧就系陈展鹏啊，佢哋揾到陈展鹏嘅，揾个艺人同佢同名嘅，系啦，佢就话去咁啊，有个台湾陈展鹏，于是啊陈展鹏咧就要去嗰度，就要去嗰度会一会佢咁样咯，会一会佢 ，OK。系啦，个构想系咁啦，个构想系啦。咁你劲嘅地方系咩咧？我哋出阿曾志伟嗰张图啊，系啦，我哋见到阿曾生嘅。咁咧，佢哋喺做呢个资料搜集嘅过程咧，就咧send 好多 message 出去啊。大部分人都觉得佢哋咧系呃人，想去东南亚嗰啲咩园区嗰度噶。咁所以遇到好多挫折。系啦，咁跟住咧，要阿曾志伟咧拍一条片啊，就话咧，我哋真系咧 TVB 就马上要拍一个节目嘅。哦，即系佢哋要拍条片以正视听，就系等啲人唔好觉得佢哋系假嘅。但系有 AI 噶嘛呢个世界。哦，跟住就话佢 AI 啦。咁啊，唔知啊。总之咧，佢哋千辛万苦咧，都系可能九成都系撞板嘅，都系俾人问翻转头啊，白撞噶你哋系咁样。系。系啦，咁千辛万苦咧就揾咗四个人嘅，就包括有狄龙嘅公子谭俊彦啦、陈展鹏啦、黄志文啦，同埋咧郭柏言嘅，就揾咗呢四个撞名嘅人啊。点解要揾啲咁难嘅咧？嗱，阵间先至话俾你听点解啊？呢个系一个，呢个系一个犀利，应该做到一季嘅。黄日华唔喺 TVB 啊？黄日华应该喺香港应该做到一季。黄日华唔喺 TVB 啊嘛？咁咧佢系啦，嗱咁咧佢有旁白嘅，我哋出嗰个旁白嗰两个人啦，佢就揾咗王菲同叶倩文嚟旁白嘅。OK， 叶倩文我理解嘅系有王菲咯，我哋系新嘅新嘅港姐，新嘅港姐嚟嘅。哦 ，AKB 49嗰个 concept 啊嘛。系啦，咁呢个咧就食翻佢哋嗰个，食翻佢哋嗰个成个桥啊，就系、是、同名同姓人啊。好大波噶呢个叶倩文，我印象中好似系有少少大波噶，系啊，系啦，咁跟住咧，于是咧佢出咗两集嘅啫，咁佢一个礼拜就出两集，咁应该就做晒成个月噶啦。咁头嗰两集咧就系阿谭俊彦，即系狄龙嗰个公子啊，就出发咧就去台湾度揾另外嘅谭俊彦啦。系啦，我哋出下嗰系啊，我哋出下嗰三个人啦，嗰三个人咧就系谭俊彦同埋谭俊彦嘅，有三个谭俊彦企喺度啦，于是就。好闷嗰个，系啦，佢哋就互相问：，你又系谭俊彦啊？我又系谭俊彦咯。边个系我哋应该要识得嗰个谭俊彦啊？紫色衫嗰个就唔系啊。咁紫色衫嗰个咧系一个阿伯嘅谭俊彦，呢个七十几岁嘅工程师嚟嘅。哦，系啦，系啦。咁啊，另外红色大帽嗰个唔知道，好似唔知都四十几岁定系乜鬼啊？嗰个咧就系台湾嘅一个特殊教育嘅老师嚟嘅。哦。
系啦，佢都系谭俊彦嚟嘅。咁中间白色衫嗰位就系狄龙嘅公子啦。啊，咁揾翻狄龙啊嘛，冇乜狄龙系艺名嚟噶嘛。咁狄龙咪揾翻阿伦狄龙咪得咯。就仲喺咪度噶喂？唔知啊，仲喺咪度噶？会唔会揾阿伦方面嘅？狄龙系阿伦狄龙啊嘛。我知啊。咁揾阿伦狄龙咪得咯，系咪先？话咁肯定好睇啊，系咪先啊？城市经济啊，系咪先？嗱，佢古怪嘅地方系咩咧？嗱，咁你叫阿谭俊彦去台湾，咁佢然后咧，首先咧，佢就遇到，佢就咧就第一件事咧就揾咗一个紫色衫嗰个七十几岁嘅工程师啊，揾咗个谭俊彦先 ，OK。哦。咁跟住咧，佢另一个咧就系揾到红色衫嗰红色帽嗰个啊，系啦，就揾到第二个谭俊彦，所以又倾偈噶嘛，咁又食下饭啊，又喺度访问下，哎呀，你平时做咩噶，即系之类嗰啲。咁跟住咧，其实佢铺一个咩咧？佢铺紧一个大桥咧，就系呢两个台湾谭俊彦根本系认识嘅。哦，系啦，嗰个紫色衫嗰个阿伯咧，其实同嗰个红色帽嗰个谭俊彦咧系有啲渊源嘅。系啦，咁咧就系话咧，嗰个紫色衫嗰个谭俊彦咧就话佢认识嗰、那个认识一个人。即系好耐以前，唔知考车定系学车，遇到个师傅定边个考官啦，咁就话咧：，哎呀，你叫谭俊彦啊，我仔又系叫谭俊彦，咁嗰个仔咧就系红色帽。哦，咁样，咁样都算。啊，咁跟住佢哋三个咁啊，打下招呼啦，咁啊，倾下偈啊，又去一齐去玩啊，露营啊，咁样啦。我想讲咧就系咧，佢都系平铺直叙噶，你捉到一个咁样嘅古仔咧，佢都系平铺直叙摆喺度啊。首先咧，佢就。但是因为拍不到感动的嘛。咩其实你很简单其实他是有这铺排可以拍到感动的。即譬如你首先找了个阿伯先你不要话俾阿狄龙公子听其实有两个谭俊彦你就讲得一个而已。那你就去找个阿伯。那个阿伯就讲出话其实有另一个谭俊彦的不过我就没见过他。那你就总咪行出话其实是啦我哋不如去找啦那你咪拍到那个寻找个戏剧性那咪有那个感动位在度咯。不如掉支枪，不如运佢哋间房掉支枪喺地下，跟住话今日净系得一个谭俊彦可以出翻去咁样啦。好睇一天，好睇一天。咁你都变态啊！我唔明啊！咁我唔明啊！你揾两个唔识嘅人，跟住然后你就喂冇，好难噏噶喎。唔系，而最惨系咩咧？因为佢系分开咗两个独立访问咗，跟住先至话俾阿狄龙公子听，其实佢两个系识噶咁样。跟住咧，我哋睇下一张太疯狂了嗰个，谭俊彦唔捻识俾反应啊！佢根本俾错咗反应。系我冇 cap 片啦，你上 YouTube 其实揾到噶，佢睇到即系佢话俾佢听话，其实嗰个谭俊彦就系咧嗰个阿伯讲嗰个啊。跟住佢俾嗰个反应就系、是、吓，咁啊咁巧啊，即系。好似撞鬼嘅反应嚟噶，佢俾嗰个好笑啊！佢嗰个样系黐线咁样，系啊！喂，你嗰个反应系错啦，错捻晒啦！佢唔捻识做综艺，黐线咁样啊！唔系，我唔知嗰个系真反应，佢系定系点啊？但系嗰个反应就行捻定，唔系一个综艺应该嗰下嘅反应，你应该系吃惊啊嘛！嗯，你俾个反应应该吃惊，唔系咁样啊，大佬。同埋咧，其实你拍呢啲所谓同名同姓人咧，佢一定系要有一啲嘢先要成立嘅。你其实佢而家系唔成立啊。第一件事就系话，喂，咁你个艺人一定要好红，知名度好高啦。谭俊彦唔系啦，好明显。哦，你唔讲我唔知谭俊彦系狄龙个仔咯。谭俊彦系 TVB 嘅视帝，但系你讲唔讲得出？讲唔讲得出佢嘅代表作系咩啊？佢已经系视帝噶啦。I'm sorry。即系譬如 TVB 其他嗰啲视帝，譬如你郭晋安嗰啲，你噏得出佢做挂王噶嘛？你至少会噏得出呢啲噶嘛？原来佢已经系视帝，失角。系啊，喂，陈豪嗰啲你都讲得出同朕 check 下噶嘛？系咪先？我知佢有 memes， 佢有 memes 留低噶嘛？即系佢哋演戏演到，谭俊彦佢冇嘢留低噶。系啊。咁同埋咧，你做呢啲即系人物访问啦、啊。咁你个人一访问，你都谂到系乜嘢啦？佢一定系讲狄龙，佢除咗狄龙仲有乜嘢讲啫？佢冇狄龙以外嘅嘢讲噶嘛？唔系，我哋走去面，我哋走去面英雄本色啊！我哋都系面狄龙，唔系面谭俊彦啦。咪系咯，嗱呢个第一样啦。咁你个人物访问，谭俊彦又唔够红，又唔够知名度去做呢件事。咁即系话你另外台湾嗰两个谭俊彦。
一定要好撚奇情啦。咁样先至成立喎。呢两个一个系工程师，一个系老师，两个都系好普通嘅人嚟嘅啫。佢连料啲奇情古仔都冇噶，佢都料唔到噶。嗰两个就系普通人。我就睇三个普通人喺度饮饮食食咁咯。而家我唔明嘅系，咁不如揾翻叶倩文访问叶倩文啦。我觉得容易达一千倍。我就想话，喂，你揾王菲去访问王菲。起码都有唱先啦，大佬嗰个王菲系咪先啦？你当王菲，你当王菲高斗啦，唔捻接你生意啦。跟然后你揾叶倩文访问叶倩文，我谂佢制啩，系咪先？喂，几好啦？咁好怪嗰个位置，而最怪嗰个地方系咩？最怪嘅地方就系、是，点解要揾陈展鹏啦？点解要揾谭俊彦啦？点解系郭柏贤同埋点解系黄志文啦？就是、因为佢话俾你听，佢哋揾唔揾到其他人啊，其他人唔肯受访啊。哦，咁受欢迎。系，因为其他即系台湾嗰啲啊，因为台湾你知道嗰啲啊，你知晚安小鸡嗰啲啦，佢觉得你系整蛊佢啊嘛。TVB 都晚安小鸡，咁啊惨啲。唔系，咁佢台湾觉得你 TVB， 唉，都唔知道你咪白撞嘅，你话系 TVB， 我点知系咪啊？系咪先？咁但系咁台湾有 TVBS 噶嘛？分咗家好耐啦，分咗家好耐啦，分咗家好耐噶啦。喂，咁嘅状况就系话，喂，你本身揾嗰两个人又唔系好 juicy 嘅，啊，佢又唔系经历过咩二战打仗断只脚啊，即系未去到嗰啲。咁你跟住你原本嘅谭真天又唔系好红喎，跟住你同你拍过咁嘅人物访问，嗯，好奇怪。即系咁，佢咪大家闷闷地坐喺度食咗餐饭，倾下偈啊，讲下啲，哎呀，我同阿迪龙点啊，哎呀，我以前又点啊，咁样咯。跟住咪完咗啦，个访问都唔成立嘅，咁先冇嘢，咁冇嘢可以拍，咁咪有乜办法啫？唔系，咁所以就系话，你本身做招手集嘅，你冇揾嘅咩？譬如举例讲，你冇揾嘅咩？即系你捉到一个咁嘅古仔，你冇揾，喂，嗰个阿伯七十几岁，佢点都有啲嘢啩？系咯，系咪先？佢点？同埋点会拍同名啫？喂，如果系同名嘅话，即系譬如你上网睇小菜咁样先算。喂，有几千个小菜馆，全部都普通人嚟嘅嘛，冇嘢讲嘅佢哋。系咪？你要揾嗰啲就要揾劲嗰啲，譬如你要拍姜涛啊嘛，我哋出姜涛张相啊。你要拍你就要拍姜涛噶啦嘛，呢个姜涛啊。系。你知唔知呢个姜涛系咩姜涛啊？你黐紧线，我点会知呢个咩人嚟嘅？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早几个月咧，就系、是、郑州银行啊，一个高层啊，佢叫姜涛啊，辞咗职嘅。跟住嗰阵咧，成个所有新闻咧就喺度搞咩咧，就系、是、话，哎呀啊，姜涛辞咗职啊，净系得一句咁嘅嘢啫。咁啊，佢玩咗成个，玩咗成日噶嗰日。高登桥嚟嘅呢啲啊。呢个姜涛真系存在啊，佢系郑州银行嘅高层啊。系。佢辞咗职喎，喂，跟住你玩咗入，你起码要呢啲啦，即系你揾到个谭俊彦，你起码要系个女人先至成立啦，嗰条桥先够奇情啊嘛，大佬。系啊。又或者系咩咧？又或者系譬如我哋出李彩华啊，你起码都要有李彩华啊，大佬。做过啦，人哋啲杂志唔奇情啦，咁啊。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即系你揾到个王，即系你揾到个郭柏贤，郭柏贤原来喺台湾系男人嚟嘅，喂，咁啊劲啊！阿副主席都升咗主席都唔知几耐啦。系啊，咁你譬如你仲有嗰个咩嚟？我出埋嗰个周杰伦嗰张相啊！我出埋周杰伦啦。呢个唔知河北定河南嘅周杰伦嚟噶，呢个系佢卖煎饼嘅。啊，佢系河北定河南嘅周杰伦，呢个俾佢系俾人影到烦噶。佢话俾你听，哎呀，我成日都俾人影啊，走嚟就话周杰伦合照咁样。佢系其实喺度卖煎饼噶。喂，揾二 R 訪問二 R 啊 ，OK 喎。唔係，即係你起碼要呢啲啊嘛，大佬。你同我講撞名有乜用啊？撞樣。我見起碼都要撞樣。我見朗拿度都偶爾都會接受嗰啲 Twitter 啊、YouTube 嗰啲訪 YouTube 嗰啲訪問㗎。我諗你揾二 R 朗拿度見到有靚女一定制啦，係咪？朗拿度仲拍咗一個啊？朗拿度咪朗拿度仲拍咗一個。唔系好肥啫，佢都你想攞走佢个波动，你想攞走佢个波动唔易嘅，应该系啊。你话到一定唔使讲，你话到啱啱先睇完系咪先？唔系关总话好似真系揾到个郭柏贤系男人啊！喂，揾到男人咁咪好咯，我想讲，你都跟住你咪铺啲奇情咯。
系咩？有啲你咪铺啲剧情咯。啊，你铺翻少少剧情啫嘛。喂，我头先讲好简单啫嘛。但系，我揾到谭俊彦，我哋一齐去揾你识嗰个谭俊彦，跟住三个聚埋一齐，喂，咁咪好戏剧性咯，系咪先？你想要个真反应又有，你捉到一条咁嘅桥啊？唔系你叫翻大王访问，你叫翻大王访问啲阿俊咪得咯？即系宋本忠，你叫大王，跟住就出翻嚟，阿大王仲做紧噶嘛？跟住然后就叫大王访问一百个阿俊咁。问佢，你哋因为拍咗三成群之后咧，你有冇俾人玩啊？有冇俾一日俾人问几多次边度进啊？系啊，实得啊，系咪先实中？然后佢就未啊？边个话咩？姚子玲讲咪立花荔枝啊？立花荔枝冇咗好耐噶啦嘛？系咪先？系咪先实中？系咪先？如果你俾阿俊，系咪先？咩冰撞嘅？问咗乜喎？自从有咗三成群之后，系令到香港叫阿俊嘅人系激减嘅，冇人叫阿俊，系啊，从此冇人叫阿俊，系咪先？改咩名？唔够胆改，改就叫做阿俊，系咪先？呢个俊字喺中间嘅啊，叫小明都唔够胆叫阿俊啊，而家系咪先啊？系啦，喂，咁你根本就系咩？同埋其实亚视咧，我想讲啊，亚视好耐以前有做过类似咁嘅节目噶。嗯，即系佢咧，佢唔知咧，临灭亡之前啊，临执笠之前啊，佢咧系有做过啲咩寻找广州嘅刘德华，咁样唱歌好似啊，啲类似噶嘛，佢做过啲嘢噶，咁佢冇刘德华，佢有嗰个广州嘅刘德华，即系类似咁嘅嘢噶。嗯，你做嗰啲啊嘛，喂，你同我讲撞名喎，跟住三个冇故事嘅人坐埋喺度一齐喺度露营食饭，我睇紧乜嘢啊？你想？真唔系，我净系想问你三个系边个嚟噶？你哋？唔系个乐趣喺边啊？都唔系个乐趣喺边度 ？Who are you？ 嗰个工程师，嗰个系系咯，嗰个系工程师，嗰个系就系一个老师。咁个数咁冇系咪？你揾尔乔访问，揾尔乔访问吴若希，或者揾吴若希访问尔乔都好啊，系咪先？我谂好睇一千倍，咪一定好睇过谭俊彦、谭俊彦同谭俊彦。系冇办法，唔系佢真系好捻唔理解，即系嗰个有时你作为一个 concept， 个 concept 如果你做完调查之后，嗰个嘢系唔 work 嘅就唔 work 噶啦。系啊，咁你咪当赌，你咪当赌钱落海啦，有乜办法啫？你呢啲咁样嘅综艺企划系好容易会唔中噶啦。你拍嗰啲咩真系唔好少西成千万啦、啊，传说。唔系我，你屌你呢、這个你主要都系收人哋电话啫嘛，系咪先？何必咧？唔系啊，即系佢，我谂佢日日打电话打好多噶。唉，喂，好奇怪啊！跟住咁我都唔理解。喂，你嗰个人起码都红先啦、啊，谭俊彦、啊、知名度喺台湾唯一嘅知名度，个个见到佢就话：哦，你系迪龙个仔嘛，我就系知道你系迪龙个仔咯。人哋都咁答佢噶。人哋知道佢系迪龙个仔就好好啦。唔系啊，系因为嗰条友同佢同样，佢先特别留意啫嘛。哦，系啊，即系嗰个人，我都有留意噶。其实有个足球员同我同名噶，我想讲。系啊，人哋系人哋知道佢，人哋知道佢系边个啊，就好了不起啦。系啊，哎呦，难搞啊，真系。系啊，唔系咁，我系冇办法理解，即系我知道，哦，你谂到。跟住你已经系拍唔到噶啦，其实，喂，你个谭俊彦又冇乜特别嘢，咁你就 cut 咗佢啦，即系或者拍啲第啲嘢咪算咯。系啊，梗系咯。你拍啲第啲嘢算啦，我冇话咧，我冇话你嗰啲，哦，你仲觉得呢个古仔系行得通，呢条桥行得通嘅，咁一定系有好奇情嘅故事啦。都等到我都冇奇情故事咯。系啊，真系好难搞啊。搞到连我细路仔都喊啦，系咪？你激唔激死我？个细路仔都喊啦，系咪先？唔系，系啊，冇乜，我净系想问啫嘛。你点解会觉得呢条桥系通嘅咧？嗯，你当初点解会过到呢条桥咧？我唔明。唔系，即系点讲咧？我个感觉系，佢哋成日都嗰个状况系，好似条桥咧写咗落嚟咧，就算拍到中间发觉唔得嘅，都照出。
唔系，你可以转噶嘛？嗰节目名你咪做过都冇所谓。你呢啲摆 J two 出咗佢咪算咯？冇人知噶嘛？你 J two 出咪得？唔系，咁你系输捻咗噶啦！你嗰个企话唔捻成立就唔成立噶啦。系啊，你又唔识剪到佢照做，你又唔肯剪到佢好笑，你笑翻自己都得噶嘛？你但系无线通常都唔肯咁做噶嘛？佢梗唔肯啦。同埋佢有少少呢个节目有少少被逼上马咧，就因为佢出过一条片。广告嚟嘅系招募嗰啲同名同姓人噶，唔系啊，咁啲年终都真系好多噶，可以唔肯做噶，咪话冇。但系佢又放呢样嘢啊，咁佢又叫阿曾生拍条片啊，咁你冇得唔做啊，系咪先？嗯，咪咁样，咪搞到咁啊！喂，马六哥好闷啊，我见佢好闷啊。喂，同埋你谂到黄志文、陈展鹏、谭俊彦都唔系做开综艺嘅人，你想象跟住佢要去做综艺，你想象到嗰个闷嗰程度系？是有几满啊？你想就到噶，系啊，即之后啲唔使睇，咪就见到，哎呀，又喺度分享自己啲感动啊，或者剩嗰啲又唔系喊，系咪？净系不停喺度讲好黐线，好黐线。我睇节目我就觉得我自己好黐线啦。喂，你点话唔成立你骨咗佢啦？系啊，所以唔系啊，唔系。即如果你话比起嚟计咧，我宁愿睇一至三，不如有心美啦，心美大哥好睇啲啊。是啊，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两线的，同埋我永远都其实我不是很明白他那个现在那个呢一二三是一个节目，四五是一个节目的做法，究竟那个乐趣在哪里？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什么要，不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收视习惯的，大家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礼拜看三日一个节目，一个礼拜看两日另一个节目嘛。你宁愿梗是那个节目不得的，快快脆脆剁了就好过了，他还要在这里拖。系咯，唯即系咧，我唯一嘅感觉就系，因为佢知道十个有八个呢节目都唔得噶啦，咁梗系然后咁于是我哋冧啦，咪就过捻咗快啲，碌得快啲算捻数啦，试嘢啦咁样。系啊，奇怪，个永远都冧。同埋以一个咁样嘅咁靓嘅档位嚟讲咧，试咁耐都试唔到一个爆咗，我觉得真系好捻奇怪，其实。怪咯。嗯，冇办法知道点解佢唔爆嘅。即系你知道我讲嘅乜嘢啊？其实我知啊，我知啊。其实你已经试咗，即系可能试咗四五十个噶啦嘛，以嗰个时间嚟讲，而系试吞，结果主要都系俾我哋攞嚟讲嘅啫嘛。系啊，喂，我已经唔讲森美一个啦，因为森美嗰个系问答节目，捉叫捉翻种举啊，几好睇噶。系啊，佢即系佢大部分时间佢只系成为国立大台嘅材料嘅啫嘛，除咗咁样之外，冇任何嘅意义噶。喂，拍多啲啊！我需要呢啲嘢，嗰啲就乱咁拍继续。因为佢哋使钱同埋嗰个过嗰啲 project 嘅嗰个想法有啲问题。我觉得好奇怪咯，喂，呢条桥你交俾我，咁我第一件事会问啦，你揾边个做先？要红噶喎，谭俊彦做唔到噶喎，因为你知名度要好高。你揾大波叶倩文，跟住然后访问叶倩文，然后叫大波叶倩文去唱翻叶倩文嗰啲歌，咁我都有卓啊，系咪先？即系咩？潇洒就一回，大家喺度。系咪先？唔系好难谂啫，大家喺度红春滚滚咁啊！大家喺度唱，真系唔系好难谂啫。嗰个事情，我唔明点解要搞到咁捻复杂。你无端飞去台湾又唔平喎，又唔平啊！成队铺去，你叫你平几有铺噶？系咪先？系啊，咁你就要嗰度制片，又要酒店，又要剩，全部都系钱嚟啦。跟住拍一嚿咁嘅嘢，又你话我听，哦，三个谭俊彦坐喺度食饭啦。Oh, so then, oh no！而我哋系唔识另外两个谭俊彦噶，系咪先？连中间嗰个都唔系好识啦。你咁你不如就拍翻就系谭俊彦访问狄龙咪算咯。系啦，喂，其实你反正你有咁捻多星二代，你最捻中意星二代噶嘛？你净系叫佢哋啊，逐个做一集做几季啦。你根本就多星二代系咪先？谂唔系先？总之就摆张台喺度，跟住就食饭。咁总之就系永远就系个二代就访问个一代嘅咁样。咁你实得噶系咪先？咪攞 list 俾你啦，有咩咁难啫？系咪先？系咪先？攞表去系咪先？嗱，成个 TVB 都系呢啲人，系咪先？系啦，我哋揾翻甄子丹嗰个女又话出道啦，访问翻甄子丹咪好睇啊，系咪先？仲有边个出咗道啊？王菲个女系太贵啦，跟住然后王晶个女咯咁。王晶个女都艺人嚟噶，黄子涵啊嘛。
系咯系咯，王晶嗰类咯，系咪先啊？你叫翻你系咯，你咁多系咪先啊？你根本就系可以做，只不过从来都唔做，同埋都系嗰句，既然你哋香港即系至少喺香港啦，你都唔捻介意星二代，唔捻介意佢所谓嘅七光，即系韬光啊，话佢哋，既然都唔介意嘅，你咪尽情韬咯，你开个节目韬咯，做咩啫？跟住然後你咪最尾咪爆翻佢咯。其實我就想活出我自己，唔喺你嘅陰影之下，咁咪感動，咁咪喊咪得咯，咪先啦。哎，我幫你度埋一句嘢，跟住咪喊咯，好感動啊！活出咗父親嘅陰影啊，終於離開咗，就咁樣。我有成績咁好，有好多係想睇噶。有好多人想睇，你只不過唔知佢係咪真係做呢行啊？邱淑貞個女，我肯定好撚多人想睇。咪咯，係咪先？係啊，所以你寧願做呢啲。啊、你宁愿拍翻你老豆吓，访问翻你老豆，我觉得嗰个仲劲啲，系咪先？嗱，你无端端整两个谭俊彦，佢唔识嘅台湾嘅呢个工程师啊，呢个老师，唉，冇兴趣。系咯，嗱，我都见到啦，关礼杰个女啊嘛，冠锋戏访问翻关礼杰，几有趣咧，系咪？系，系咪先？咁啊，你咪做咯，你又唔搞，唉，所以啊，俾牌桥你下次开啊，俾牌桥你啲，俾下次开啊。放翻金美我，我哋我哋一位节节都系俾咗人，几捻劲系咪先？几捻系咪？我为你着想噶，系啊。几捻老啊！系啦，哎，上一球问我系咪叫李健和？唔系啊，答错，不是，不是，不是。系啦，喂，我哋出大波大台个环节啦。系啦，今日系台湾嘅女仔啊。点解唔系叶倩文噶？冇啊，唔系叶倩文啊，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睇好多叶倩文啦。系啦，呢位咧系嗰个一出嚟，跟住林子祥喺隔篱啊，冇信自己啊。系啦，呢位咧就系、是、台湾嘅一个业务员嚟嘅，咁佢应该系定唔知系啲啲服务员嗰啲咁啦。佢系喺凌志台湾嘅凌志车厂嗰度做噶吓，兼职系 model 啊。系啦，咁啊，佢姓蔡嘅，你揾凌志女神应该就有噶啦。哦，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凌志嗰个车厂啊，咁喺台湾嘅呢个台北嗰度咧，就喺嗰度翻工嘅。咁啊，最初就因为俾人见到，哎，靓靓女女喎，咁开始咧就走去搜寻嘅起，睇跟住发现原来我 I G 都见到系姓蔡嘅吓，呢位朋友系。嗯。系啦，咁啊，执住啦。咁佢主要咧就系做呢、這个车厂嘅服务员啦，唔知系即系喺接待定乜鬼嘢啦。咁间中咧就会做 model 嘅，咁 I G 好多嘢睇嘅。系啦，咁呢个都靓靓女女啦，咁啊，同埋都几高几长个脚，系啊。咁啊，经常都有呢啲咁嘅相咧，系会 po 喺 I G 度嘅。咁你打凌志女神应该会有噶啦 ，I G 就应该容易揾到噶啦。系，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唉，即系 TVB， 我系冇办法理解，点解你哋要拍一啲咁怪嘅嘢咧？系，你拍啲好奇怪嘢，我真系冇办法知道，冇办法知道佢点样，究竟点样过嘅咧？嗰啲桥，即系佢系想拍半真人 show 嘅。系，即系我睇佢个简介啊，佢系想拍半真人 show， 但我想讲 ，Viu TV 唔做，已经唔做真人 show 嘅时候，你开始反而拍翻半真人 show。都系嗰句，最大嘅问题系嗰个人已经系视帝，我哋系唔识。我唔系唔知佢做过咩嘢作品啊！最惨系咁真系冇睇过嘛？有乜办法啫？咁佢系好后，咁佢都系好后期，即系近呢轮嘅视帝。佢个做过咩作品？你讲。我谂唔出狄龙嘅仔系咪一个作品嚟？你都谂唔出，你做呢行都谂唔出啊，大佬。我记得我嗰阵时吓呢条友会视帝，跟住我先发现，原来签唔到佢啊咁样。哦，我先知就系、是、我冇即系我唔睇剧噶嘛，我唔睇啲嗰啲剧嗰阵时，我已经唔记得佢系边套嘢攞视帝啊。哦，系啊，咁起码但系其他嗰啲人你噏得出噶嘛，即系譬如罗家良，你要知道哦，佢都系做捞家啦，咁样你会噏得出噶嘛。系咪欧阳震华？你噏得出哦？福将哦，做洗冤咯，或者做就做啲咩警察咁啊？你噏得出噶？佢噏唔出噶喎，谭正昌噏唔出噶喎。苏永康都噏得出咯，阴公真系惨。金牙大状啊，系嘛？苏永康冇，系啊，金牙大状应该系啊，金牙大状。你唔知一号王庭咯，唔系金牙大状点啊？全部都系，全部都系。妙想人生，妙想人生，妙想人生，妙想系咯。系啊，最后以爱之名死，最后以爱之名死嘛。唔係好難啊！係啊，譚俊賢啊，譚俊賢
斗转难搞，斗转。系、哎、啊，喂，你陈展鹏我都要勉强一出啦，大佬。系。影过阿斯血力噶嘛，陈展鹏，我知道。系啦。嗰个 fashion 真系好。难搞，难搞，难搞。好啊。系啊，系出晒完啦，系咪出啊？呢、這个呢、這个好大，我哋唔记得咗睇添。哇，好大喎 ，OK 喎。OK 啊 ，OK 啊。啊，骑呢大装啊，唔系金牌大将咩？我即系我记得佢入边嗰个朵叫金牌大将。嗯，啊，骑呢大装啊，原来哦，证明我真系唔系好追剧嘅，大佬好难追啊剧，而且部主烦噶嘛，旧年代。的确。系啊系啊，喺、啊、台湾啦啦队咧，最近即系开 TV， 啱啱晏昼定搞咗个咩女神咩见面嗰啲啊。嗯，在荃湾那里你可以上，应该上回他 K 宝哥有直播，我刚才见到，不过就不是穿啦啦队装，就穿得穿得都几密实，不是几好的。天气这么热都不清爽一点，搞错。嗯，是啊，那又好像有林，好像有林霜在这里，好像。减回件褛好一点。不知道他穿的衫好奇怪，好像有林霜在这里，那开 TV 那旧东西。系啊，就系、是、咁样嘅啦。我出晒完啦，系啦。TVB 就谂谂佢，谂谂佢，拍啲星二代访问啦，嗰啲好睇嘅，肯定好睇。啊，打起上嚟咁啊，最好啦。系林霜转会系啊，好多个都转会啊，而家系转会嘅时间。红啊嘛，一红啊，梗系嗌贵啲搏一搏噶啦。好似讲嗰啲球员转会窗咁嘅搞到系啊系啊。系啊，转会窗转会窗，嗰啲转会窗嗰个交投热烈过嗰啲球员转会。同埋佢冇限定嘅原约就做啊，唔使等嗰个时间。系系啦，咁呢个唔系艺人嚟噶，今次出啲嘅系素人嚟嘅，咁啊就间中做下 model 啫，咁样。咁如果你去台湾买车嘅话，就应该可以见到佢啊。呢个凌志嘅滨江车厂啊，佢系嗰佢喺嗰度翻工嘅。系系啦，咁大家可以揾嚟睇啦，佢 I G 啊，你都可以去台湾嘅时候揾嘅。我自己去台湾就唔会啦啊，系冇嘅。嗯，系啦，系咪出晒噶？出晒我哋就完啦呢一次。好，咁样，喂，休息一阵。好啦，好，休息一阵。